你就跟你的女朋友好好把你们的私事处理好，整理好心情之后再来上班吧。啊！哎，小树，小树，他是我妹。哥。啊？你们是兄妹？我忘了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妹。我叫周莹莹 ，Hello。我是梁小叔，梁小叔，你就是梁小叔。久仰久仰，你知道我？当然知道啊，我爸每天听你的节目都快要死。我爸是你的忠实听众。上班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嗯，我们先回去上班了。那你看，你是要跟你妹在这里继续聊私事，还是回公司聊都可以？哦，好啊，拜拜。我待会儿上去哦。